咨询。请苏院长。啊，请苏院长。其苏院长啊，各部委所长、各位同仁哈，院长，你做过馆长、行政院长、这首长啊，民意代表你做过省议员、做过立法委员，站在民意代表的角度啦。当然，我首先我来肯定讲，防疫工作这一次表现可圈可点。医生的病例，我嘛唔是有啥物意见，但是我是一个研究医生的人，我今日要讨论的是比较较针对医生的精神、甲医生偏心的制度，含你做一个参考。你等一下哈，主席长，对，我要问你的第一点，我请教你，你做民意代表，看到咱这个条例十一条。你敢会当接受啦？你打讲十一条的精神就对。讲你排除6563这种。啊，委员，你十几年前在搞咨询的时候，嘛是拢安尼讲啦。啊，咱都无论做民意代表也好，做首长也好，我编这预算就是要即摆就是三个原则嘛，吼，防疫、纾困、振兴嘛。这个我知道了。民意代表，你就监督的立场啊，请指教。一定啊。我知影你打讲这个，你在拍高空啦。我来请教的是讲，你十一条这个条例出来了，你是在践踏行政院跟立法院的尊严呐。我来讲，煞衰时代是陈水扁的时代，做总统的时代。拢有迄个有紧急灾难的。咱今仔日这個特别条例，新冠肺炎这个条例。是蔡英文总统的时代，两个总统的时代，拢同样出现十一条，或者是过去SARS十六条，同款这款的条文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拢是排除预算法23条、62条、63条的规定啦。作为行政院长，你今仔日若徛咧，你是立法院的委员呐、啊，你打讲你会同意这款的条文？我斩头我都不爱相信，你是践踏立法院的尊严。没有没有，委员啊，我记得啦哈。顶过去 SARS 的时候嘛安尼规定，921嘛安尼规定，莫拉克的时候嘛安尼规定。所以啊，什么叫特别预算？啊，特别条例，特别就是伫遮啊。医生法内底特别医生有伊的法源呐，有他的法源根据。但是医生法的精神，甲医生偏心的精神，咱爱党确保啦。干那恁两，陈水扁总统甲恁这边退出来是安尼做的啦。我简单甲你讲，院长，拄只林维洲我们的立委，阮执行长，伊讲动车时，中小企业信保基金，你变要捐助90亿外，最后执行10亿，对不对？执行力一成对无？是不是呢？都爱有讲对无？好，你有听到这无？有啊。来，我接下来要请教你，今年是变偌济？变100亿对无？我要请教你，假设你原来执行一成，出来90亿，你要安怎做？你阿讲，无同款呢？过去。90亿，今仔日的90亿，你用第11条来了后，我今仔日，你再捐助给中小企业信保基金5亿10亿，剩下的钱变成你的小金库呢？你知无？那是无同款，截然不同的东西呢。你是台湾立法委员，动作啥物货？动作讲款医生拢唔捌。你90亿你可以留用，没有限制，还可以机关别、正式别都可以通用。
小李破去了吧？我再来讲，我再请教你。庄宇省的时阵，删除跟删减，不得追，不得留用经费。当初是1802年预算法修正的时阵，是立法委员呕心沥血修出来，要尊重立委的执行权。他删减跟他删除一定有个原因，所以不得再留用经费。你今天排除了以后，你当排除这个102年以后，你跟人家排除这个，我问你，立法委员要审什么预算？立法委员明仔载要审什么预算啊？对不？审了敢有效？我们审过的预算，因为你来排除11条，打排除预算法编审的精神。所有立委的预算审查权等于被架空了，也等于立法院开了一张600亿的支票给你，骨啦笨啦，出在你开啦，你安怎用拢无要紧啦。主席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来委婉，我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来讲啊。我也真慎重来处理。你主席就爱是不是啦？你放着外面人来骗家打公家啦。我很清楚，医生我有在研究。你委婉你嘛知啊？乱来嘛，这从来没有一个预算是这样子编的，条例是这样子搞的。向来我头拄啊记咧，921嘛呢，莫拉克是嘛呢，拢这预算特别预算的是安尼特别条例。如果跟今天的都一样，院长，我跟你赌，我们来赌。如果完全一样，我跟你赌。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。102年才通过。删除跟删减不得留用，你过去煞时迄个时代要无这条条文呢？你来看98年的振兴经济重动公共建设诶特别条例，103年莫拉克台风灾害重建特别条例，你斟酌来看，含你今仔日条文敢唔敢看？那个流域综合治理的时候也有这一条，我跟你说了，过去啦。安怎做？我觉得今天我站来，我一个研究医生的人，我老实讲，我看到这种条文，痛心疾首。你是践踏立法委员的尊严，含连行政院、含主计处的尊严拢无去。你在编什么医生嘛？我尊重你，因为我觉得防疫你们做得不错，钱我们愿意支持你们，但是我们不能把立法委员的预算审查权也把他的职权给剥削掉。我。以后是没医生拢无路用啦！我捐一百亿，中小企你捐助100亿啦，你捐助给他10亿，执行率10%，剩下90亿，因为你排除预算法的规定，你可以各机关别、正式别通通留用，然后你只要想干什么，90亿变成你的小金库，这样对吗？敢有这种医生的偏法？你这100亿，到时候要执行多少，我也没办法控制。我感觉不是社会不是安尼呢，立法委员没这么公呢。你是把立法当成什么？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，灾害防救法从1989年就有这一条。哎，在高年你来看预算法，敢有修正？删减跟删除的预算不得留用，好不？是102年才修正的呢，你不要搞错。你这注给掉，而且我们主计人员要有主计人员的良心，预算编审的制度跟预算编审的原则，你不能打破掉。你不要这样子胡乱搞，把立法院预算审查权也把它践踏掉。来，委员，我的这边会真慎重，而且这是安怎慎重啦？预算而且还有决算的啦，还有预算有加有另外的，过去啥事人心计。过去 SARS 人就批评加济啊啦，今仔日 SARS 这个特别条例啦，它只有防疫、纾困，知无？但是你若看 SARS 内头底，嘛无像讲恁今仔日的安尼，讲连删除跟删减的预算，你不得留用，你都把它排除掉，唉。我先医生，我那些三 D 医生啦，100亿我跟你30亿啊，剩下90亿啊。原来
是不可以留用的，这一笔钱你不能再跟我留进留出。但是现在我怎么行呢？现在我怎么行？因为删减掉都也是可以留用一下，都排除了嘛。院长，院长，我感觉讲吼，你今天防疫的工作做得不错，立法院不是会带你牵制你的医生吗？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朝野党团，大家也希望把这个条例好好审、好好通过嘛。你他都去唱这个情没痛啊？你干嘛一定要破坏医生的制度？你干嘛一定要让立委审查？有心渣噶无心渣，拢赶快医生心心也嘛无路用，咱他都做这个代志。你没有必要践踏两院的尊严呢，把立法院的面子踩在脚底下，没有必要这样子吧？啊，干得阿呢，主席长。我来讲，我看不起主计人员自己践踏自己的尊严。你若含这点关节都收不掉了，枉费你再当主计长，我没骗你。我们长期这样在研究预算，辛辛苦苦建立下来的预算的制度、编审的原则、我们留用的原则，我们不得留用为人事经费，删除的部分不得再流入。这拢经过大家多年来这侪心血研究出来的物件，你今天把它全部排除掉，我岂止以为不可啊？今仔日到底关心医生是为了啥个啦？你叫我们审完以后一样没有用嘛？因为你们都可以留用嘛，而且留用无上限嘛，你们机关别、正式别，大家都可以通通的一起来嘛。甚至你无用去的，我你要开对，我嘛袂使来管钱嘛，无人安尼创的啦，敢有人安尼？无法无天到这样的程度，我根本不是安尼呢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例，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预算。院长，我请教你，六百亿的预算里底，奖励补助的金额占多少？拢多少？这委员，你讲安尼太过极端去啊啦，其实。有原则，原则就有例外嘛吼。啊，这都因为紧急，所以咱要做的代志，这物件啊，咱已经今仔日咱拢内行的啦。啊，我讲哦，啊，当然是内行，我让你讲内行话。啊，我多谢。你袂使难做到阮潘阿姐。是啦，啊，咱足多谢你，短短啊这阵时间，多处肯定咱行政团队做这个防疫做甲真好。我相信我有哪会好啊做。啊，这钱哦、喔，唔是要做我的啦。你告诉我，啊，无你来讲，我会甲做。今仔日你来排用十一条来排除，你要叫我那新医生你来讲啊？我要哪做到？我无通拿到监督的工资来讲啊？这都灾亡，无可能的代志呀。灾亡嘛有啦，啊，过去无论九二一、SARS 拢有这。你再打火一下，我们六百亿里面奖补助占多少钱？我来，你甲讲的，拢唔知啊，92亿多，唔对啦。几啊倍？你做主计长的，我来讲啦，你那个报告嘛是清清菜菜啦。你不要把立法院当成说我们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主计长的人讲补助费，你自己查一下多少钱？490亿，600亿占百姓我讲补助费。你告诉我讲补助费要怎么使用？你有告诉我讲补助的对象、金额、办法？执行方式，你有没有告诉我？哎，您一本600亿，退了就要退，您600亿退了要挨呢？啊，我呢，台心心呢？哎，排除规定呢，我可以随便留用呢，我没有上限呢。我今仔日教育部钱，我怎啊留去政农委会？农委会钱去去怎啊来留去教育部去呢？啊，我嘛要留在迄落哎海巡署去呢，出在你用的嘛？哎，主席长。你做主计长啊，不是因为我当这个职务，而是你有没有捍卫一个主计人员应该有的制度跟角色？跟那委员报告一下。这么搞了？我是根据这个条例而编预算。啊，条例上面有鬼？我问你。条例是大院通过。不啦，条例恁上面人诶，恁清静一上退出来啦，你无参加会议咯？不啦。委员啊，咱阿你讲啦，这个职责分工嘛吼，所以我得一定爱贵院通过特别条例。我跟你说啦，我依法有据，唔才编特别预算。490亿的医生，
这本来头底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了，将来要怎用？你是看政党的个颜色要分配啊，是不是？你也没有，没啦。你政治才讲没啦，没啦。不是，你让我做，让我做恁预算执行小组的成员，我敢来你俩，我内行的。我来跟你讲，你哦，十几年前你在搞这事，就是安尼啊啦。是这样子，院长，我对你足尊重，我也感觉你做了袂歹。多谢。是，咱今日防疫。但好，你没有。好，谢谢。